但木薯好像装的有点太快了。这没关系啊，我觉得这样效果是 OK， 而且很明显。上铁轮已经不是很快了。嗯，因为那自动拍快一点没关系，就可以直接进下一个阶段了。我应该是可以这样子的。如果因为拍本来就会有拍的好跟拍的不好啦、啊。有时候甚至是我才说我好几次人家玩的开心啊，根本就拍的没有很那个，我就好算了，没关系啊。通常觉得我效果很足，还一次两个版本。其实我画面还没有抓好。其实我想过，可能是你这一双特别吸底。吸底？对，你那个底是吸的，就它不是像刚刚那个点点颗粒塑胶感，你这个是有点像海绵那种会吸的感觉。可能就是一双是穿过，一双是没有穿。应该是走在路上，它的那个缝隙比较多。我觉得它已经差不多了。你要结束了吗？这里什么？可能稍微凶它一下吧，类似这。我自己拍到歪掉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你就看不懂长什么了吗？嗯，没事。已经看不懂，已经看不太出来它的那个主要。我知道，就抹一抹，好像它又可以看得到。嗯，那应该是铁粉的。摊平。因为墨的话是不难弄的、结束吗？对啊。